夏俊娜的作品没有90年代初期玩世现实主义绘画的戏虐与调侃，也没有强烈的批判或控诉。相反的，她喜欢沉浸在文学与诗词的情境之中，把浪漫如梦的想象入画。其作品多以女性为主体，画中人时而幽黄，时而闲淡，贵妇身着华丽的衣饰出现在现实生活与恍惚梦境重叠的空间，或意识与潜意识的交界，展现如伊甸园里的纯真与自然。他用重重丰饶的意象，一气呵成的笔，在画布上构筑出多层次的空间，其中光线斑斓，色彩连绵繁华，画境充满诗意，具独特的视觉效果，无疑是一位天才型的画家，而其用色是最令人惊艳的。夏俊娜手执的彩笔宛如仙子的魔棒，笔到之处色彩自然生成，恣意流畅，相依相成。